咁接住落嚟，我哋首先邀请青年创业创新培育筹备委员会何嘉伦副主任为我哋致辞，掌声有请。尊敬的经济局局长戴建业先生，尊敬的教育暨青年局副局长罗柏森先生，尊敬的中联办经济部副部长及助理徐进先生，各位参赛者、嘉宾们、传媒界朋友，大家下午好。首先感谢各位莅临2017年全澳青年创业创新大赛的颁奖礼。以下落嚟，我哋有请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局戴建业局长为我哋致辞。尊敬的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联络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经济部徐俊部长，尊敬的马志成主任，尊敬的教育青年局暨青年局老柏森副局长，各位嘉宾各位青年朋友，各位媒介的朋友，大家好。跟住落嚟，我哋邀请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暨青年局副局长老柏森先生为我哋致辞。尊敬的经济局戴建业局长，尊敬的中联办经济部徐部长，尊敬的筹委会马志成主任，尊敬各位嘉宾、各位青年朋友、各位传媒朋友，大家下午好。青年创业创新的培育计划今年咁至于获得初鸟寻梦组冠军的队伍是蓝点科普教育，恭喜晒！哇，见到亚军和冠军的得分咧，其实真的相差少少啊，系0.1分嘅啫，所以话真系各位的评审啦，喺评分方面咧，至于冠军的队伍是中华月子。冠军的队伍啦，为我哋嘅女性朋友啦解决咗好多坐月嘅问题，咁包括埋如果你系双职工嘅朋友啦，有一啲嘅坐月嘅问题可以帮佢哋为你哋解决啊。好 ，OK， 咁我哋不如影一张大合照先。好，接落嚟要颁发冠军啦。冠軍咧，呢隊人馬咧，啱啱由聽佢哋 presentation 開始咧，就會覺得呢一樣嘢係會改變我哋澳門嘅學習模式嘅。冠軍嘅隊伍係學習牛牛。他們的創意理念包括了一些翻學、一些學生、或者是一些老師他們的出勤、或者是溝通的，所以我覺得這個創意的理念是非常行前，也是為我們的學習各位的師生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溝通渠道。恭喜冠軍的隊伍學習牛牛。而其余的队伍也是获得优异奖的，由孵化中心、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澳门日报，而赞助的单位包括工商业发展基金、中国银行澳门分行、青澳投资有限公司。多谢晒咁多位。咁仲有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青创的朋友也在这里感谢大家。好，我哋有请各位得奖嘅队伍冠亚季军，亦都可以到我哋嘅台前影翻张大合照留念噶。好啦，不如我哋亦都攞啲支票出嚟，好唔好啊？
好，有獎杯，亦都係有支票。好，各位親密少少啊！好，我哋望一望前面各位嘅媒體朋友，影翻張大合照先。各位，2017全澳青年創業創新大賽嚟到呢度已經嚟到尾聲啦。我哋感謝各位嘅出席以及嘅參與，亦都係恭賀各位嘅得獎者。我哋活動已經圓滿舉辦成功，我哋下年再見。拜拜。